两位来自蒙古最强的软骨达人，他花了10年练成了史上最软的身体，他是软骨对决纪录保持人。一场王者对上王者的对决，谁才能成为史上最强的软骨达人呢？耶 ，Billy， 现在是纪录保持人，纪录保持人，来，我们有个挑战者，来，这位是 Billy。Billy 是目前的纪录保持人，负70公分，负70，哇，厉害！看起来年纪好小啊，几岁？几岁？14岁，长细尾，天才，天才型的。好，该你们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哈，你知道软骨越早练越好，但是我们今天这位已经20岁，也是来自蒙古，哇，而且他非常厉害，他的名字叫 Gege。Gege 呀，哎，比赛之前这样子好不好？可不可以他们来一点点那个暖身，哎，让暖一下身啊，暖身一下，开一下筋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You first， 好，来来来来，姐妹花，来来 ，Billy。好，他们是姐妹哦，来自蒙古的哦，一开春就来看一个人体极限哦，这个的大小是30×30×30立方公分，哇，好厉害哦。哇，好软！他要做什么？哇塞，你看他的腰，反折哎，好厉害！反折哎，你快对折了哎！天哪！哎呦，他腿到背后去了，他腿到背后去了，这么厉害的！身而已哦，帮他们松松筋骨而已。哇，他腿有多开？哦，他已经是倒飞嘞！真的，他是倒飞，不是180度哦。哎呦，超过水平线哦！控制力好好。好，往右移喽。好，这是50×50×50立方公分的这个箱子。那见识什么叫人体极限软骨功？真的是极限的。他们两个要同时进去。同时，两个人塞一个箱子，不可能吧？这么姐妹情深呐！哦，过年看这个最好了。哦，姐妹情深，好姐妹情深，永不分离。而且他们互相帮忙哎。对，你看那个手在那个让位置，把那个手在找位置，互相找缝隙。太软了吧！来帮忙帮忙，盖起来盖起来，帮忙盖起来帮忙盖起来。好，确定可以盖起来，确定可以盖起来。成功成功。神乎其技，哇！神乎其技，厉害，对不对？暖身就吓死人了。蒙古姐妹花，好厉害！火焰三角组，耶！好，这是我们的暖身而已。暖身就厉害。我们欢迎 Gege， 来 Gege。
amazing， 真的 wonderful， 这个暖身 beautiful， 根本就是一个表演的嘛。我觉得他表现很有艺术性，好棒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比的不是这个，我们比软骨，开胃小菜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也可以啊，但我们这个有指定任务，有规则的，所以我们要进行正式比赛。